听完此处将有激战，请速速离开。请恕在下冒犯，来人拿下。大哥，五年没见了，你就这样欢迎天雪回家？铁峰见过大小姐，欢迎大小姐回到御剑山庄。铁卫队都来见过大小姐。见过大小姐。各位辛苦了，回去守好自己的岗位吧。走吧。是。站着！你们吃谁的？听谁的？庄主还没说话呢。我们兄妹叙旧，用不着这么多人在场吧？要叙旧，以后有的是时间。今晚御剑山庄大敌将至，时机不宜。大敌？就是这样吗？下招降帖的人原来是你。现在还要他们待在这里吗？全都下去。是。天雪，你怎么会失踪五年呢？而且音讯全无，怎么一回来就开这么大的玩笑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一份招降帖搞得庄里头上上下下半个月来鸡犬不宁？从小到大，天雪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？天雪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吗？意思就是他要回来谋权篡位了。天雪，大哥是让还是不让？你是说真的？当然是不让。御剑山庄数百年以来从来没听说过女人接掌庄主之位，天启这一让不仅违背爹的遗愿，更让江湖耻笑，祖宗蒙羞。住手！天雪，你给我听着，你再敢提我第一次，我再打一次，打到你死为止。够了！怎么说他必定是你大嫂啊。你五年不出现啊，一出现你就扬言夺庄，还忤逆犯上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这次回来是要完成爹死前的心愿。别听他胡说八道。天雪，好，你说吧。爹跟我说，如果我回来你并未与赵云成亲，就应该辅佐你好好治理御剑山庄，万一你娶了她，就要拿回庄主之位，取而代之。天雪，你这谎说的也未免太轻率了。爹当天在二叔房外猝然而逝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在场。看来这个女人是什么也没告诉你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在说，爹根本不是死在二叔门前，更不是死在二叔手里，真正杀死爹的就是他。不可能！你还在这里胡说。如果你想知道真相的话，好好去问问这个女人。我明天会再来的，到时候最好给我个答复，是休了她，还是让出庄主之位。天雪，你已经走了很久，现在回家还不住下吗？跟杀父仇人住在一起，
我可做不到。你给我听着，如果你敢说谎的话，我会让你死得比我爹更痛苦。我可是说得出。